ABCDE 哈，这应该没问题吧？哈，产生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抓的 integrator 实际上哈是抓这个工作表里面的哪一个坐标的位置，把那个坐标位置的资料帮你带过来。好，那如果说我今天呢，我希望哈能够向下填满的时候，哎，向下填满现在是 B 栏，那如果我今天向下填满，应该是抓到总销量在 C 栏 ，D E 哎。B C D， 可是问题我要怎么样自动产生 B C D E 的这个栏的名称？那是基本上它当然 B C D E 是一个一定是一个字串，啊一个文字了哈。那这个文字产生的方法哦，前面我们有忘有没有带过啊？有个函数叫什么？插入函数里面文字，我需要产生一个文字。那这个文字的话呢哈，它是可以。由一个数字帮我把它转换成抓到一个对应到一个什么一个文字，一个数字变一个文字啊、哦。那这边的话呢，当然我们可以哈、哦，哎，从文字的函数里面哦，其中有一个叫什么，有一个叫 char 这个，哎，这个函数我们有没讲过？这个实际上哦，这个函数呢主要是抓什么？抓你那个电脑里面的内码 ASCII code。那 ASCII code 里面哈、哦、，A 大 A 的位置呢，它是放在65 ，B 是放在66。哎 ，ASCII code 我看我在这个我的讲义里面是不是？我记得好像有放那个一个那个 ASCII code 内码表，有吗？对不对哈、哦？那个内码表我是放在第几页啊？19页嘛哈、哦。那实际上就是在19页里面，19页里面呢，其实呢这个 char 函数哈、哦，基本上呢它就是什么？在我们的 ASCII code 啊，记得哦，看那个十进位的 DEC 这个地方，那它这个是美国设计电脑最早的时候，它当然不会知道有中文这回事，所以它就把什么呢？他们常用的符号控制码，哦，像什么空白键啦、backspace 啦，定义在那个电脑的键盘上面。那里面的话，当然包含什么数字是48到57。那英文的话呢是65到 Z 的话呢是90、哦、啊，这大写了啊，所以我如果需要抓到什么，哎，应该 BCDE 嘛，所以基本上、哦、我是66到多少呢？ 1 的话是这个地方哦， 66哎到69哦这个范围，所以呢基本上它本来是一个数字，那我可以把它转换抓后面的东西的话，那、啊、你其实可以利用什么一个 char 函数。所以这个 char 函数的话呢，如果你今天输入的是66，哎，你会发现按确定，它会是 B， 有没有？哎，不应该是在下面这一个，在下面这个储存格才对。我把它往下，这个应该下面这一个啊、哦。如果这一实际上就是抓到是 B 啦哈、哦。那如果我希望呢，能够向下填满变 C 变 B， 一直往下哈、哦，自动增加一个字母的顺序的话。那其实很简单哈，你可以怎么样？一样哈，如果你要增加一号了，我们前面讲过，你可以怎么样让它跟 row 配合？所以 row 函数哈，假设我今天在前面打一个 row， 或者是后面加上什么？加上 row。可是 row 目前哦，它已经有了，有多少呢？抓到是第几列？四嘛，对哈。可是四，那如果加66会超过嘛？所以怎么办呢？干脆把它66减掉，是吧？减掉 4， 然后呢，哎， 62加上 row 之后，你会发现按确定， 62加 row 向下填满 B C D E， 哎，出现了，有没有？那其实同样的道理啦，因为之前的同学常遇到麻烦，就是他没有办法自动产生栏号，数字还可以，可是数字怎么变成栏号的 B C D E， 有没有？啊，其实基本上啊，最重要还是用 char 函数啦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如果不行，你要想方法去找到什么？哎，里面我们有内建函数，它可以帮你做到类似的效果啊。所以这个文字与资料函数里面，前面有可能没有特别提，不过刚好如果趁这个机会，还可以稍微了解一下。当然呢，另外哈，其实 char 函数你也可以跟另外一个文字函数搭配，哪一个呢？叫 call。call 的话就是。内码，比如说我今天、哦、我想知道什么 ，call 里面一个 test， 假设我今天输入什么，输入一个 B 好了，
你会发现呢，我输入一个 B 之后呢，它回来结果是什么呢？按个确定，哎，66，有没有？所以 call 跟 chunk 刚好是相反的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抓到它的字元，一个是抓到这个字元哈，它在 ASCII code 里面的位置。哦，可以应该了，可以理解吧？chunk 跟 call 用到的机会可能没有那么多，主要原因是你不知道。但是如果你会用的话，用这个方式哦，可以判断什么？比如说你一个资料里面有中文、有英文、有数字，那其实你可以用 call 来判断啊。call 的话，如果它不是在 ASCII 里面127里面的话，那显然它里面应该是中文字哦。OK 哈、哦，那另外当然还有其他啦。我想，因为有些东西并不是说不能用，只是说因为你不知道，所以你不会用。还有什么呢？全形转半形有什么？big file 啦，哦，这个偶尔也会用到，有没有？big file 是什么？转全形。那如果你要转回来转半形的话，那就是 ASC。这个有用过吗？应该有吧？啊，不过没有没关系，稍微记一下。里面其实很多函数都有它的作用，只是因为你刚好不知道，那你不知道你就不会用，哦啊，所以哈，你也可以试一下。那你会想说转全形、转半形干嘛？因为以前 DOS 底下啊就会有全形跟半形的问题，可是现在没有 DOS 啦。但是会有个问题，其实呢，如果你英文或数字一定都是半形字，中文字呢就会是全形字。OK，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一个储存格里面有几个什么，有几个那个中文字的话，你可以什么，全部转全形。跟全部转半形，里面相差几个字，就是一个储存格里面有几个中文字了。好，应该可以理解我的意思了。好，只是说可能要搭配一下。ASCII 是什么？把全形字变半形字。big file 呢，是把半形字变全形字。好，也许有时间可以试一下。那我们回到我们需要的了。好，当然我刚刚顺便提一下这些其他文字与资料函数啊。那 BCDE 产生之后的话，哎，我当然可以怎么样？像把它跟 Indirect 里面结合在一起，所以基本上呢，可以把 char 62加 row 哈，这个后面的公式呢，直接把它跟什么拼凑在一起？跟这个 B 的位置有没有？本来是一个文字，那我就直接把刚刚的公式贴到那个双引号 B 双引号的这个位置。OK，好。哎，特别重要，可能要小心一点哦，因为如果你贴错的话，结果一定会错误，差一个位置都不行，差一个字也不行哈、哦。也就是说呢，它动态产生的，那我就把它放到这边，跟我刚刚动态的后面的前面是蓝，后面是列，动态产生咯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把 H3 记得锁起来，因为等一下会向下填满。那位置因为它会加一了哈、哦，所以记得怎么样，帮我把它哎先。把它转移，把它先加一个哈，然后锁住之后向下填满，放开。那这个时候试试看哦，哎，张贤雅的资料对吗？哎，好，没错。那如果说呢，我现在向下拉一下，换一个，哎，张宏才看一下，张宏才，哎，这些资料呢对吗？哎，也对，那表示应该没错了哈。所以 index 两个，OK 哈，所以这部分的话呢，请各位练习看看。啊，你想说，老师那不是都一样吗？为什么要学那么多个？啊，其实你看起来都一样，但是实际上你将来会遇到问题，可能就只能用其中一个，另外一个不行的话，那就是可能关键的地方了哈。有的时候其实，比如说呢，我刚刚讲的那个两重的下拉清单哈，哎，这个地方其实就可以。利用什么呢？刚 indirect 去抓，所以 indirect 其实可以跟名称定义哈、哦、配合。那这部分我想请各位先试试看一下，就是我刚刚讲一用那个 char 函数，也许你在旁边先练习过了哈、哦。当然有的时候你一次没办法完成，你可以分把它拆开来，先产生 b c d e，再把这个 b c d e 哈、哦、串到那个我们的公式里面的 b 的位置。OK，好，然后呢，将来它就是会产生 B，那因为 row 的关系，所以这个 row 函数非常重要。如果在这里没有这个 row 函数啊，你向下拉它也不会动。OK，好，但未来不是说只能用 row 哦，如果以后你向右拉的话，记得哈，把它改成 column 就可以了。
啊，有 raw 函数也有 current 函数啊。哦，raw 的话呢是追踪到你的现在哪一列，current 的话是追踪到你现在哪一栏。那是上个礼拜九九乘法表也有提过了。好，所以为什么会举那个九九乘法表的例子？因为其实很多地方哈，尤其是试算表里面，你如果不会 raw current，有时候你真的还抓不到你要的东西，哦，变成你要土法炼钢慢慢来，可不对不对？你不就常常同学说老师我怎么加一加，你不会加一，那你就手动，可是手动太浪费时间了，而且如果资料量很多的话，你一直慢慢加一，那不是很浪费时间哦。再不然呢、啊？如果不会这个，可能不然就至少用 VBA 可以了。VBA 跑个回圈嘛，回圈的话，for i 有没有？for i 等于哪一列到哪一？实际上它就是帮你加一的意思啦。哈、哦。OK，所以请各位呢，哎，先稍微试一下。哎，另外也可以想想看，如果这地方要用 VBA 写的话，有没有？比如说我上面输入一个编号，我希望自动帮我把资料用 VBA 帮我查出来的话。好，这个地方又要该怎么做哈？